我们今天就是五味杂陈谈 AI。 有一天，我发现 Google Translate 多了一个功能，什么功能呢？就是它让你把原文输进去以后呢，一点说翻译，它下面的翻译就出来了。这个倒没什么，你一看说还是没有我翻的好，可是它下面有一行输入，就是说你觉得更好的翻译是什么？蛮贼的，因为他这个虚怀若谷跟你学，再过几次之后，翻译就不用你了。我们的孩子们和我们孩子们，他们没有这堵车这回事儿。怎么讲？因为呢，第一，根本没有人有车的，因为人工智能的这些车啊，就是每一台车就是个司机。对。你要到哪去呢？你就叫台车了，他就来了。更可怕的是说，这个机器还可以教机器，机器还可以来更多的从这个人工智能方面彼此来学习，眼睛看眼睛，握一个手，做一个承诺，这可不是机器做得出来，这人机就合不了一了啊。那你这个当然又回到我刚刚讲的所谓的酸葡萄心理。我跟你讲